堂三代而亡，女主武氏代之。微臣请陛下将宫中所有姓武的男女全部处死。你说什么？请陛下杀光朝中所有武士，否则社稷危矣。李世民听此狠狠皱眉，你这个女主武士是什么意思？是姓武的人，还是自号职务里有武字之人？朕不能为了一个卦象滥杀无辜。李淳风听此急了，却该如此啊，陛下。若陛下不愿大肆杀戮，起码应该将他除掉啊。这个他指的谁不言而喻，毕竟如今天下谁不知道当今皇上喜爱才人武媚娘，可正因如此，李世民怎么会舍得将其杀死？于是他当即吩咐李淳风，今晚这事绝对不能传出去，然后便将其打发出去。李淳风无奈，但也只能离开。回去以后就一心一意算命，企图将那个人算出来。